盘点六个靠人类帮助的奥特曼，最后一个从石像中复苏。让你选择一个奥特曼，你会选择帮助谁？一起点亮小爱心，给奥特战士们传递你的光。一，人类帮助布雷泽封印土流屋。让我们一起靠六六六帮助布雷泽奥特曼。二，人类传递能量复活了赛文。三，人类从怪兽体内救出艾克斯。点亮爱心，拯救艾克斯奥特曼。四，朝阳送道具帮助罗布打怪兽。你最想帮助的奥特曼是谁呢？五，人类帮助赛迦打赢了海帕杰顿。点亮爱心，帮助赛迦奥特曼打败海帕杰顿。六，人类帮助迪迦从石像中复苏。奥特曼太伟大了，看得我都想哭了。看着天边似